pacijenti su ženskog pola, rođeni 1948. i 1973. godine i oba su tokom prethodnog perioda boravila u područjima pogođenim epidemijom. Smještene su na posebnom odjeljenju kliničnog centra i obje pacijentkinje za sada su stabilno. We agreed to reinforce our external borders by applying a coordinated temporary restriction of non-essential travel to the EU for a period of 30 days. Now, in the world, 190多个国家都已经有确诊的病例了，我现在很担心非洲医疗落伍，哪怕是有了，可能也无法去决定是不是有没有确诊，那一种很可怕，非洲系统我很担心，凡是呢医疗落后贫穷国家啦，怎么样是我很担心啊。所以很多的国家呢，封区封镇封市封城，也有锁国，整个国家都给锁起来，不能出不能进，这一波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严峻，甚至很多的国家啦，一些高级的官员无形中感染到了，很快的宣告往生了，很可怕还有呢，还有像在宗教几天前所听到的，有马来西亚的大齐会的回教徒在大齐岛，多少人无形中这样的确诊，意大利啊，往生者也不少，所以呢，这一波的确是很严重，无以言说。天天我都在说，无以言说，到底呢？要如何来形容它？无形无踪，踪迹在往哪个地方去？真正的很快，扩散的这么快啦，心惊胆跳，无以言说，无话说。这要怎么说呢？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心里都在呢，都在每一个地方。在最近啊，我要常住菩萨们，我都会说啊，您到这个国家啊，您有个关心这个呗，今天怎么样啊？人都平安吗？天天啊都要关心哦，看到多一个国家，哪一个国家又有确诊啊，赶快打电话啦，问问看啦，这都是嘛自己没有一个主轴，到底今天的方向在哪里？我自己的内心也
无法去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。但是呢，昨天我也说了，我了解看到了，这一波也是灾情，这就是过去不曾经有过，现在是这样的。这也是我最近都说啊，这都是大代志啦，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。这一波呢，也是世界的大事迹，也是有了这样的很严重的病毒感染。十几年前的 SARS 也没有这样的长的时间，也没有这样的 SARS 那一年，在台北大家紧张，在中南的慈济人总是准备，有的呢帮忙采购，有的呢做隔离衣、隔离帽供应给北部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呢已经无法说哪一个地方供应哪一个地方、哪一个国家。现在每一个国家呢都封锁，不能口罩不能出去，因为呢要把自己顾好，才有办法去顾别人。这都是呢现在很多的情况。各位菩萨，到底封口了还要封多久？它的量需要呢还要需要多久？到昨天我还说我们还要赶快努力，赶快努力，那也许呢，那我们精舍里也认真地在做布口罩，希望呢提供给平常的人，那一种需要的跟医疗有关，或者是社会现在呢一照难求的，我们呢赶工来，还有慈济人呢，不管是南中北还有花莲呢，技工都投入，有巧工坊的地方呢，在菩萨呢该做来赶布口罩做出来，供应给平常的，戴了口罩心安，就不需要呢去市场啦、街面上啦抢了口罩，那都家己动员大家人来做。布口罩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事实上呢，我们要把它做得很精准，这样我们戴在我们的脸上，第一它才有达到那个防疫的效果。所以呢，每一个步骤呢，我们都有我们的种子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很仔细的在教导。因为这个疫情实在是太可怕了啊，就是很想说付出一点自己的心意。我们普里配套的那个配额是550份，我们一开始是车得很慢很慢，那后来抓到了技巧，我们分工合作。你嘛，甲当作这是咱的本分事，向拢提无落来。啊，非常时期做非常时期的事情，感恩慈济人呐、啊，内有这一大群可以呢裁缝的，他们来，那不会拿针线的也来学习，这都是很感恩。期待大家提高警觉，记着挂，爱挂好准确。有的人挂了啦，那就是
要讲话，干那封一个嘴，鼻都不会封着。有的人说话呢，那就把口罩拉下来，那就是因为你说话的飞沫，才真的危险。那刮掉不是刮好看的，刮掉呢是要预防飞沫。所以呢，还是要戴的，呼吸的，呼出去是污染的。所以鼻的穿孔，恭维飞沫是从口出，要封的呢是鼻跟嘴。所以咱爱有这个相信。